有序。来宾一同启动高速光电示范区，这个早期遭盗采砂石、倾倒废弃物，深度高达20几米，被称作大峡谷的区域，在2017年县府重整规划后，与国产署签订土地进行改良利用契约，以高速光电示范计划打造低碳绿能示范区。这个过程呢，非常的艰辛。那过去呢，大家所知道这个号称呢过去盗采陆砂的大峡谷。经过呢多年的一个回填，那过去的大峡谷是填去了很多的废弃物，那经过呢财政部的一个包括水利署的合作，把它变成一个平地之后，那屏东县政府在2016年来作为一个招商的一个跟国产署台电合作，来作为一个让这个中地再生，那作为一个绿能的一个发展基地。此案场除了由宝岛阳光玉树能源负责外，以自建特高压升压站及暗场联络电塔，路径长达7公里，是最具并网挑战性的暗场。因此基地启用，许多相关单位内心都相当激动，包含台电董事长杨圭甫也率领台电团队一同出席，强调此案场台电跨单位整合新建，跨越老农溪6座铁塔，经费达6.5亿元。屏东县目前在潘县长的积极的推动之下，目前是我们太阳光电推动最顺利、建设的量最多的地区。所以怎么样子来协助县长的施政目标，跟我们的业者、跟我们的地方一起来合作，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非常期待今天这个案场启用之后，能够有更多的案场随后逐渐的来继续加入我们的系统。这个是一个在台湾公有土地上，甚至呢在很多的这个国土富裕上一个很重要的新的里程碑，那同时也是让整个绿能呢转型一个很重要，良田保留种田，那么内地呢来作为绿能呢发展一个重要的措施。所以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台电公司或这个能源局或地方政府或开发商，大家一起通力合作，那能够呢把它变成一个在绿能发展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的指标。未来高速乡将共有200兆瓦可并网潜力，而屏东县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并网量已达825兆瓦，发电量足以供应全县2/3以上家庭用电。未来持续以高速光电专区与严重地层下限区2项专计划实施，期许屏东成为100%的绿电城市。屏东新闻部听张志豪采访报道。